我跟你讲个信息，这个信息我不能用那个打字跟你说，我要用语音跟你说。不是说武汉蛮多方舱到小厂了吗？但他们在四环外建了一个4000人的方舱。方舱跑了跑不出去，就是那种蛮严的级别，上面那么铁丝网个、电网个都有，跑都跑不出去的。他都有头有真相啊，别个骗我干么事的？而且他就是个建了雷神山跟火神山的，而且他跟我说这个病毒蛮合的，你前三天扛了过去就扛过去了，扛不过去你就差不多等死吧。我几个朋友说都在4月底的样子。还有可能是5月中旬。